夫人想吃什么？嗯，这大晚上呢，方便面吧。夫人，这方便面为何物？方便面，它就是一个是细面条，然后卷起来呢，用油炸过之后放锅里煮着吃就行。 半夜吃大油之物，对夫人身体不好。吃的就是不会的，不然怎么完成游戏任务？过油呢，它只是为了定型，其实还是要煮着吃的。而且啊，这个方便面，它油渍控干之后可以储存很久，比如说三五个月之后，我想吃了，还能吃呢。你不在的这几天。 天兴国天降大雨，闹了水灾，百姓储存的粮食都淹了水啊！夫人方才所说的方便面，真的能存储数月之久？当然了，你要是不做也行，大不了我就饿着吧。夫人大膳，为夫现在就去做。 要占我便宜啊！没有惆怅，尽失了眉目。望庭院深深红尘几度。 夫人，面好了。公子羽，你真的做出来了。嗯。好香啊！夫人谬赞了，还不是夫人教的好。快尝尝。嗯。哎，夫人。 没事，是为夫甘心疼夫人才对。快吃吧，快吃。夫人慢些吃，为夫还做了很多方便面。 回头可以让子母和春桃煮给你吃。各位爱卿，水患已逝，可有良计呀？再拖下去，怕是旱灾都要来了。陛下，六皇子得知水灾，寝食难安。 他与北国公主私交甚好，已经借来粮食20万担送往灾区。嗯，此举颇合朕意。陛下，新欢得知此患之后，也同样寝食难安，所以他连夜教微臣一些存储粮食的办法，还请皇上过目。 公卿，
此为何物？此物坚硬，便于存储。当遇水之后方便食用，名为方便面。方便面。子云，此为何物？你可别跟着我家那疯丫头胡闹啊！小心细菌。你忘了，之前的水车可就是他研究出来的。李庆。 微臣在，安排工部向恭亲学习制作方法，同时安排人手前往南方灾区，传授于灾民。微臣接旨。陛下，六皇子已经和北国。我天心国的民众何须北国施舍呀？恭亲啊，天心国有你，此乃朕之幸事啊。 不知手，他这只还没温暖，就把这影子向四周。几次前世遇上守候，留下离。